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525页啊，525页第一行看起，彼臣正觉第七啊，这第七品。我们看课题，诵行愿以求证，分五个小课啊，就是分五个小段啊。第一段法藏说起啊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，尔时法藏比丘摄此愿已，一记诵曰：法藏比丘，这一句话不能够轻易看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前面48愿是法藏比丘说的啊，交代的很清楚。释迦牟尼佛重复为我们转述啊，法藏比丘没有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是释迦牟尼佛把他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传达给我们。我们看注解啊，念了这里注解不多。法藏比丘，于世间自在王如来说48愿已就是说完了啊，48愿说完了，乃于佛前，佛以记诵啊，表此行愿，并请证明。啊，愿法了，向老师报告，不但发了愿。而且呢，依这个愿来修行啊，认真努力，希望将48愿愿愿都兑现啊，并且请佛给他做证明，以大愿的
真诚圣光，应时感动雨花动地，空中赞乐必定成佛。以上是本品的内容。啊，这个里面我们要学的真诚、神光，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。诸佛菩萨的工作就是教学，在十方世界现种种身，度种种不同的众生。啊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。圆满菩提，啊，这一课里头又分为五小段。啊，根一，超时圆满。啊，请看经文：我见超时智，彼智无上道，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正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我见超时智，见者列也，见理。所谓超时智者呢，住经家中颇有意见。古代注经的大师说法不一样，如净严疏啊，隋朝净严寺的法师，他的注解里面说的是前所发中，求发身愿，求净土愿，名超时愿。啊，净言是慧愿，跟我们初祖名字完全相同，所以在历史上称它做小慧愿。啊，隋朝时候的人，他有无量寿经的译疏啊，说净言以为光明无量语啊，他根据康僧开的本子一本光明无量缘，寿命无量缘，诸佛称赞缘，为是法身缘。这些地方虽然大家说的不一样，都值得我们学习。那净宗阿弥陀佛是净宗典型的学人，模范的学人，我们跟他学都要学得像啊，要像阿弥陀佛，那怎么能不生极乐世界呢？怎么个像法？第一个就是愿，他发四十八愿，我也发四十八愿，跟他的愿完全相同，这就对了。这样学佛，学阿弥陀佛，就学得挺像啊。
那至少在表面上看很接近。是我们的往生根本的依据。啊，前面讲的法身，后面讲的净土，啊，这个无缘，超越世间了。啊，锦心法师说法跟他相同，一起往昔等，则总之说法之四十八愿，后说甚是啊！啊，不仅前面的这个五愿、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平等的，愿愿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从自性里头流出的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更圆满了。啊，真解，这是日本人净宗祖师啊，他说五祖，日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就是山道大师，他们公认的啊，净土在日本有十几个宗派啊，但是初祖呢都是善道大师，他们对善道大师非常恭敬说，善道大师说的不可思议四十八愿，这肯定的，四十八愿愿愿都不可思议。又云无碍誓愿，世人以为此四十八愿者，愿愿过头。啊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间人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纵然修佛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还是有分别有执着啊，证得阿罗汉见思烦恼才放下了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当中，他们的成就不可思议，但是他们说经著书，那个时候功夫还不到啊，那么习气没断，证得阿罗汉，阿罗汉习气也没断，辟支佛才断习气啊，所以就有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看法，虽然不同都有道理，都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所以真解里面这后面这一段说得好。啊，他说愿有四十八。
啊，但这四十八呢，四十八愿是一愿啊，总的来说是一愿啊。这个愿是什么呢？这个愿是普度众生呐、啊。我们要学的是这个。我们今天发的愿是什么愿？只求自己往生，没有想到别人啊！回头看看阿弥陀佛的愿还得了吗？愿愿都是普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众生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一个不漏。这是弥陀四十八愿呐、啊，这个心量多大了？我们千万不要疏忽，不要忘掉啊！啊，我们这世间人心量一大，想到家。家亲眷属啊，学佛的人量再大一点，冤亲债主六亲眷属啊，有几个人能想到我们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？很少啊。做大法会里面有回向集里头我看到这个愿文啊，没有看到像阿弥陀佛这样啊，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上面是等觉菩萨，下面是无间地狱，全包了，一个也没漏掉。这是我们应该要记得要学习的我们的愿才跟阿弥陀佛相应呢，否则怎么发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。阿弥陀佛愿愿度众生，我们跟众生还有意见，这众生我喜欢他，我要度他，那个我讨厌他，我才不度他了。好像度他到极乐世界，天天看到了不高兴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的心态能去得了极乐世界吗？也许在你临终一念没有这个杂念，你去了。如果临终一念还有这些念头在，就去不了了。净宗法门之殊胜，不讲这些烦恼习气，叫待业往生嘛。着重在临终的一念，这是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的。所以修这个法门心量要脱开，临终才有把握啊。我对于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全放下了啊，这个东西都不放在心上，对我们往生净土的信心增长了，愿力加强了
啊，在这个世界对我再不好的人，生生世世陷害我的人，都原谅他，不把他放在心上啊，像诸佛如来一样宽宏大量啊，大量什么都能包容啊，没有一样不能包容啊，这个重要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总结为无碍誓愿呢、啊。无碍两个字重视就要重视了。有障碍就不行。啊，有好恶就不行。啊，那么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，这能放下就无碍。啊，前面放下了，心无碍了；后面怨恨恼怒烦放下了，事无碍了，理事都无碍啊。我们得学这一点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这下功夫。啊，回报我们的人，障碍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，他跟我是一体。我们是自性生的，他也是我自性生的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中国古大德，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，就说出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说这个话的人是什么？佛教没到中国来，跟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说得出这个话来啊。在印度人，这个人就是佛菩萨，在中国人我们称他为圣贤，大圣大贤。啊，既然是一体，还能有怨恨吗？啊，牙齿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还要报仇吗？为什么连报仇的念头都没有？一体，这个重要，时时刻刻想到。变法界虚空界给我一体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幕后一句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是自己的自信，别人的自信跟自己的自信是同一个自信。自性就是真心的，真心就叫菩提心的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同学要发菩提心，什么意思？生活用真心，工作用真心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，就叫发菩提心。啊，你看菩提心，
我在30年前在美国的时候讲的，那我讲大家好懂，古人解释不好懂，我说的好懂，我说10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真诚是体，下面这四个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是用，有体有用。用前面三个是自受用，是对自己，最后一个慈悲是他受用，对他对身外一片慈悲啊。对自己呢，清净平等觉。这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清净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啊，第二，平等，平等是菩萨，比阿罗汉是高了。第三个觉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自受用啊，清净平等觉。不能说好，在修什么？就修这个，对内修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没有染污，平等没有高下，就圆满成佛。啊，对人。用清净心对人，用平等心对人，用正觉心对人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用真的，不能用假的。这是佛教。无论大乘小乘，显教密教，宗门教下，啊，乃至84000法门，菩提心是平等的。啊，发菩提心，真佛弟子，没有发菩提心。不是真佛弟子，是在门外的学生，在门外旁听的。真正发心才是佛的真正真实弟子，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这一次第四回我们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，跟前面三次不一样。前面三次我们着重在经的义理，这一次学习我们如何深入，如何得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我们偏重在这里。啊，所以特别我们有个学习班。
啊，学习班的同学们好，都有这个感触，真的理。那我们深一层去学习，字字句句不要放过。这个下面说的好，又说呢，不可思议，四十八愿，四十八夜夜愿，皆具不可思议的苦。这句重要，愿愿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不知无可，善导大师在四十八愿里选出五条最重要的，啊，那就定成正觉。第十二愿，十三，光明无量，光明智慧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是。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第一就是具足光明无量，第二个具足寿命无量。这是利益里的最真实的利益了。啊，在哪里？在菩提心里头啊。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？菩萨的智慧，化身的菩萨跟佛好像差不多啊。为什么？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叫化身菩萨。他真的化身。什么叫化身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这就是法身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就是不认识，把这肉身当作自己，把法身忘记掉了，多像啊。啊，开悟的人知道，我这个生灭生跟不生不灭的自信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他真正相信自信本具无量功德。这个无量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你从整个宇宙来看，你就能慢慢体会到自性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在日本有一派专门念第十八愿。十八愿是什么？生念必生。四十八愿不要了，就要一愿。我在日本讲经讲过两次，他们那边的法师同修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们专念十八愿行不行？我说会的人行，不会的人不行。他问我什么叫会？四十八愿
每一愿都具足其他四十七愿，这叫慧。一愿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你执着这一愿，这一愿里头圆满其他四十七愿，这他才晓得。你把这一愿都离了不行啊！啊，其他都不要了，那怎么可以啊？那阿弥陀佛的愿有欠缺，不圆满。啊，愿愿都圆满，愿愿都不缺，一愿就是一切愿。啊，愿愿都是四十八愿，这才没有搞错。单单执着一愿，其他四十七愿不要了，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后面说得好，这个我们要记住。四十八愿，夜夜愿皆具不可思议的故，诸愿相如，而无所隔，这叫无碍。把无碍解释出来了。啊，由上可见的四十八愿互融互入，夜夜皆是超世之愿也。啊，那么祖师跟我们讲的四十八愿哪几愿殊胜，对初学人说的。为什么？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还很浓啊，跟你说这个，让你生起信心求愿往生，慢慢在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下面一段，善导大师与法师赞中云：“弘誓多门四十八，偏表念佛最为轻。”是为夜夜之愿，皆为念佛也。怎么知道每一愿都是为念佛？啊，这就是便是普遍的。普遍为我们表示出来，念佛最为轻，心愿持名，这三字两啊。华严说得好啊，华严这一句话要常常放在心上，时时提起观照的功夫，就是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范围大了，一法含摄一切法，一愿含摄四十八愿，那我们把它扩大，四十八愿能不能包括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大愿？包括，再把它扩大，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，那些宗教能不能都包括在这愿里头？包括四十八愿，愿愿包括四十八愿，任何一愿圆满包括，八万四千法门，
一门了。一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一门就是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就是一门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知不知道？如果真知道，你心就定了。啊，你会守住你学习的一门。所以宗教需不需要改变？不需要。你信基督教，你将来升天堂。我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到天堂。你要真正到天堂，那我们升极乐世界，到那就碰到了。怎么你也在此地啊？那个人说：“怎么你也在此地啊？我们学的都不一样的宗教，怎么都在这里啊？”你才恍然大悟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你的信息，你没有听懂。一切一切嘛，一切皆一嘛。啊，你叫他天堂。这你叫他做极乐世界，其实一个地方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宗教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啊！啊，冲突从哪呢？是你自己迷惑颠倒来的。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哪来冲突？那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明白我们见到不同宗教人跟他说什么，一门深入。你基督教就一部经深经深入，啊，常识熏修，告诉他这个，啊，跟其他宗教往来可以设立他的经典，我的路不变。就对了。那些宗教都可以帮助你，你这一门是正修，其他的也帮助你作修，正足双修啊。所以会的全是利益，全是功德，不会那就发生障碍啊，甚至造罪业，互相回报，互相标榜，这就是所以自赞回他啊，不知道自他是一体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知道自他一体的时候，这一一门就是一切法门，就是破门，一门深入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，你统统得到。啊，这三个真实，我们不按经典排列，我们按我们自己的需要。第一个，真实智慧。那第二个，真实之意。第三个，真实的利益。他对自己，对别人呢？对别人的时候，后面两个要调换一下。啊，对别人，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，后面是真实之己。排列的次第，活的不是代办的。随缘度众啊，随缘就是活泼的。
所以佛法没有定法，活的哪来定法？啊，佛现的身相没有定相，《法华普门品》里面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你看，多活泼！啊，他需要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。佛有没有法可说？无有法，无有定法可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谓的法全是方便法，真实也是方便，方便的就有真实。为什么？你开悟就真实的了，不开悟呢，真实也是方便，方便妙啊。啊，这净土宗啊，遍表念佛最为轻，啊，一夜之愿悉为念佛，没有一样不是念佛。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啊，这个三种庄严说得多了。故土庄严，先从依报数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庄严，十七种，说了十七种。啊，正报庄严，正报有佛有菩萨，佛说了八种，菩萨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。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说了四种，啊，这三种是大分的，啊，三种是依报。弥陀其他的菩萨入一法具，一法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无为法身就是真实之际，啊，合起来呢，就是真实的利益。这是经宗的宗旨。经宗学习终极的目标，我们要得什么？啊，真实智慧在哪里？无为法身在哪里？真实利益在哪里？都不在心外，心外无法，都在心。这个心是真心，菩提心。妄心里头没有，妄心里头有烦恼，
真心里面有智慧，有法身，有功德，利益就是功德，真实利益就是真实功德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了。功是功用啊，啊，德是本具啊，自信本具啊，自信就是发生的，啊，发生是自己啊，不生不灭。清净无为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啊，本经上讲的三种真实，真实就是自信啊，就是自己真身，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啊，我们学净土的人本来面目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做佛，名号通通叫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不会看乱了。不需要分别，一点没认错。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那边都成就，成就了都是阿弥陀佛，都成佛了，这一品必成正觉啊，啊，必定成正觉啊。啊，所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，这叫一法具，且以身自皆实相。身是念佛的声音，南无阿弥陀佛声音，自是这六个字，啊，不要南无也行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音声这四个字都是实相，实是真实。什么叫实相？永恒不变。为什么生根自永恒不变？它是自信流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生根自为什么会变？阿赖耶流出来的。阿赖耶是什么？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这三个名词我们常用，妄想分别之处，如果跟
法相中那对号，妄想就是阿赖耶识，执着是莫那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没有转识成智，叫全教菩萨。全教是没有超越十法界。那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转八识成四智了，转八识妄想放下了，没有妄想了，大圆尽智现前，没有执着了。平等性之现行，没有分别了，妙观察之现行，这样一转，前五十页转了，变成尘所作之，这个尘所是帮助众生度化众生的方便全出来了，无量无边的方便，八万四千法门是方便的。所以相宗修行是转识成智。华严天台都是修智观，净土宗的方法妙，待业往生，一句佛号啊，幸运持名啊，是合适就解决了。你要真相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要真发愿，我这一生念念就是求生净土，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的事情统统放下，随缘不攀缘。攀缘很辛苦，造业，随缘不造业。随缘能成就功德，随缘要智慧。攀缘是感情，都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法藏菩萨大愿设三种庄严：依报庄严、正报庄严。正报里的佛庄严、阿弥陀佛庄严、大众菩萨庄严，四十八愿。愿愿普摄三种庄严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殊胜无法形容。我们的思想达不到，我们的言语也达不到。
究竟圆满，圆如一法句，多么难得啊！后面给我们说，故此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个字，这一句名号，就是发生本体，就是源远过海。为什么称两个人？因圆满了，果圆满了。因缘果满了，啊，那四十八愿之所标啊，看四十八愿，你就能体会到，四十八愿是净宗的。所以的根本意义，净土宗就是建立在四十八愿上。四十八愿就是一句名号，啊，故提具本愿，一切功德妙用。啊，它既然是发生本体，这一句佛号从本体流出一切功德妙用，妙用太多了。我们身心不安，念这句佛号得佛力加持，神性感了，遇到一些灾变，啊，你还能够提起这一句佛号，一心称念，灾变就化解了，真起作用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日本人的本愿念佛，不能说他没有道理。提倡的祖师很有智慧啊。如果我们能懂得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就不会见怪了。啊，也会赞叹他。啊，希望他念佛不要改变。一心专念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，92年不拐弯。他念到什么境界？肯定念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啊，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透着信心。我什么都知道，这一句话谁敢讲？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敢讲。如果不是明心见性，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，叫自赞毁他。啊，
大妄语的罪是在无间地狱。啊，他能说出这一句话，难呐，透了一点信息给我，什么都知道，说不说？不说，妙啊！啊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不说，他就劝你念佛。这个后面说得好啊，有词名号是信德的本体，无量觉，一切无量啊，出生无尽啊，名号是心德的本体，修德所圆成，信修二德，原是无余。修德里头有信德，信德里头有修德，信修相应了，信修一体了，啊，信修不二了。语言是物语，这起作用就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那么经四十八愿，遍表念佛，啊，普遍的给我们表示出念佛法门，愿愿皆是佛之功德，每一愿里头都含是佛之功德，夜夜的全行无为法身，故可悉为是法身也。啊，法身是决定不能离开的，没有一法能离开法身。啊，就像我们电视的屏幕，屏幕上每一个方寸的画面都离不开荧幕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境界，无量无边，发生在哪里？要在相上能见性，就开悟了。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啊。怎样才能见性？见色闻声，六根缘六尘境界，没有妄想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进行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见不了心？我们一接触就起分别，就执着，就打妄想，这叫凡夫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执着，那就是阿罗汉。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。
不起心不动念，法身大事在哪里修？全在根尘实境界上修啊。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啊，二十五位大菩萨，他们怎么能成无上道？就是六根六尘六识抓一样来修，久一久他就修成功了啊。大势至菩萨他用念佛这个法门修成功的，观音菩萨用梵文文字信修成功的，啊，这两位菩萨修行的方法，就是净宗修学方法的根源。梵文文字信信成。无上道啊！啊，梵文就是常常看着自信，自信是真心，决定不能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渗透进去。我们常常说。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，就这个修行方法啊。见色阿弥陀佛，闻声阿弥陀佛，全都归阿弥陀佛，所有色相阿弥陀佛变，所有音声阿弥陀佛变的，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好，不要再起其他的分别之处。这会修啊，所以他不需要很长时间，二三年时间他心就清净了。啊，七八年的时间他心就平等了，十几二十年他就不起心不动念，就开悟了，就见性了。那我看海鲜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大概在什么时候？四十岁左右，他是实现的，实现一个普通的凡夫，用他那个方法啊，他二十岁开始念佛，念到四十岁二十年，可以达到理一心不乱。要遇到好老师，好老师给你选择法门，不会选错，适合你的根性啊，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，老实听话正干，就能成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来福寺的三圣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
啊，你看他们走得多自在，多潇洒，年岁大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啊，世间的八苦，他没有求不得的苦，全放下了，无求了，真正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一心在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。啊，祝愿护荣相如，无所隔碍，夜夜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，无有限量啊！啊，净言之，则所云四十八者，只是随顺众生之假名啊。实则本愿无量，又本愿之数。虽无量，但究竟只是一法具也。这个一法具，论上说的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我们本经上所说的。真实之己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说了三句。这个三句，一二三，三个而已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。我们学佛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为什么事情这么烦这么多？不知道，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啊。你问佛菩萨有没有事？没事。你问海鲜老和尚有没有事？他也告诉你没事。啊，事是你自己找的，从你自己妄念上生的，没有妄念哪来的事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至于对超世之解，诸家亦复不同。啊，超越世间，亦即为超生地前世间之位，故名超世，这都讲得通啊。地是十地菩萨，超越胜过。设地之前啊，他超越了啊，超世是这个意思啊，景心四书为地前呢
十相满位，一重发心，盖君位初地之前，大地前有实性，是住是行是回向，这是地前的，有四十个位次。那念佛法门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能帮助你超过，超过太多。我们今天连实现初现都没有达到啊！啊，初现位的断惑正证，跟小乘初果相同，都是要断见见惑这个五种。啊，身见边见，见取戒取邪见，我们没断了。这个五种见惑断尽了，正须陀洹果，大乘菩萨初行为。啊，这个地前是初地之前。啊，初地之前是回向啊。啊，这里讲底下讲过了。啊，该君位为初地以前。善导贪卵等死在大义于世，跟他们说法不一样。如贪卵法师说的，法藏菩萨于世间自在王佛所悟无生法忍，而是为民甚忠心，此乃璎珞经中六种性的第四种，即十地菩萨，于此性中发四十八愿。善导大师也判为十地菩萨之发心，故君语言超地前之数。后面说的比前面好。啊，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。啊，善导贪婪大师说得好啊，这有证据，经典上有啊，确确实实法藏菩萨在世间自在王所，他就悟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是七地以上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这是《璎珞经》上所说六种种性的第四，就是舍地菩萨。啊，于此性中发四十八愿，他发四十八愿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地位？十地菩萨。所以善导大师也判为十地菩萨。根因
个贪乱法师的看法相同，慎重行。佛以法藏菩萨大愿，不但超过三乘，且超于诸佛愿也。经云：法藏发愿之处，便也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。经上确实有这一句。啊，后出寂静有法愿与祝福是24章啊，这个也明白说出来，他法愿超过祝福啊，24章下联了汇集这个本子，采取24章48愿，啊，把两种融合在一起，啊，经中成就文曰，微妙其理，这讲极乐世界，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这是说极乐世界依报超越诸佛，啊，经中又说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是正报超越诸佛啊，可见法藏菩萨超世之愿也超于诸佛之愿。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，全贤当人自现，心作心事离思无碍。这一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跟相都是讲的物质，那经上也说心作心事，这个是华严经上讲的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大乘经上所说这都是全贤当人自信的，我们对这些经文如果真的通达，真的体会得了解决现前地球灾难社会动乱就找到门道了啊！如何落实？那就要肯定佛教是教育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说建国军民教学危险了，
啊，建立一个国家，一个政权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化人民，教育最重要。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什么教育？最高的教育，最究竟、最圆满的是大乘教育。我在年轻时候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给我说，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啊，要学哲学，不能不读佛经，啊，我听那话之后，我得想想话是真的是假的。啊，方老师叫我，不是在学校，是在家里。他家里有个小客厅，我们师生就两个人。每个星期天，上午9点到11点，2个小时，他给我上课。啊，所以我就常常到他家里，他家里我就很熟，老师说的话了我就很留意，看他的书房，他的书桌上有没有佛经，果然有。啊，从来没有看到他书桌上不摆佛经的，没有，所以我就想他真看，他话不是假的。他每天读书，确实没有一天呢是不读佛经的。那佛经是他的常课，天天不缺的。他说的话我才会相信啊。啊，儒的教育不错，道的教育也很好。所有宗教教育，我们可以把它总的合起来，称之为圣贤教育。不迷信的，固然把这些圣贤教育称之为宗教，高明到极处，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啊！为什么呢？中国人，中国文字里头宗教两个意思太好了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，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这两个字连起来意思是什么？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。什么人才能够主持这个宗教教育？
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样的人在佛教里头就称他做佛，佛来主持教育。啊，把他降一等呢，化身菩萨。他们超过二十八层天呢，二十八层天比不上啊！啊，这些诸佛大菩萨主持教育啊，他不高兴真的，他们来做校长，佛做校长。菩萨当教员，当教授，把人民都教好了。他们有真实智慧，有真实的德能、道德能力，啊，把人民都教好了。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。这是超时了。啊，今天中国国内，我们在媒体上已经看到，啊，肯定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迷信，是教育，这真难得。啊，所以我在二十多年前八零年代的时候，国家开放不久，我到北京去访问，第一次跟普老见面，我们同乡，啊，所以谈得很亲切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就谈了四个半小时。啊，当时我向普老建议，国家应该办一个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，佛学院、基督学院、伊斯兰学院、道学院，啊，中国承认的，这些宗教，每一个宗教一个学院，然后再增加一个管理学院，啊，培养说护持的人才。啊，道场需要有人护理、维护的，啊，这样呢，宗教就统一了，宗教就变成一家人。我们学的科系不一样，啊，那么建一个大道场，宗教活动中心。啊，用现代化的媒体，网际网络、卫星电视，用这个来教学。啊，教授集中都在宗教大学里面，
在讲堂平常教课的讲经的这些过程，在电台就可以播放，让全国人民都受到圣贤教育。问题真解决了，他那时候听得很欢喜啊！那么中国所有的这些寺庙，我说寺庙现在不能修行了，为什么？都变成观光旅游景点，至少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，大家都想看看。全世界来中国观光旅游的人有多少？所以这些寺院庵堂通通都划归旅游局，作为观光旅游景点，作为佛教宣传的机构，他们来参观，给他们介绍，顺便给他讲佛法，佛教到底是什么？好啊！那么这样的宗教教学，对于国家安定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，不但能活国家，它能活天下。带给整个地球的安定和谐。那个时候普老年岁大了，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没有能够实现啊，现在做还来得及啊，现在我们在图文巴澳洲这一个小镇在做实验，做成功。我这次访问英国，英国人有意要做，要建一个大道场，提供给全世界作为宗教活动中心。这是真实智慧。真实的功德真正是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我们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见证。这个下面看看我们的科学能不能做到，水鸟树林宣流正法，声色相广习增道念这就是文艺的表演呢，能不能像佛所说的全是正法？真正做到像孔老夫子所理想的，文艺一切艺术的呈现，都不要忘记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：事无邪。这就好了。
重要啊。以这个做标准，艺术表演是教育，教育教导人正直正见，决定不能够把它引入邪思邪念，那就错了啊。那么今天的媒体电影电视非常遗憾，谁也不能阻碍阻挡，早年国内搞文化大革命，那台湾呢提倡复兴传统文化啊，实际上台湾只喊了口号没落实，如果要落实，台湾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那有一天，我在方老师家里，也是早晨，那一天早晨的课就没上了。啊，教育部三个官员的访问，向老师请教怎样落实复兴传统文化。老师听了笑了笑，坐下来告诉他们方法有啊。第一，台湾有三家电视台，关闭，还有几十个无线电台关掉，那个时候无线电广播很多啊，电视是刚刚兴起，黑白的电视，啊，再就呢，报纸停刊，杂志停刊。这些关于天的老师这做不到啊，老师就说了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你要不把他们停办的时候，复兴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。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，灾变为什么这么多，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啊。我们相信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你只要注意细心观察，现在人从老人到小孩他想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干什么啊，这些传媒在教什么，都在教名闻利养，再叫杀盗淫妄，哪个人不干这个事情，把人全教坏了。所以方老师讲的时候，救苦救难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个东西制止停止掉。那现在是民主国家，是靠投票的，老百姓喜欢这个，为什么喜欢这个，没有正面的教育嘛，他就走向低级教育去了。啊，国家政府没有提倡啊，没有用正法教人呐。啊，正法这些东西可以表演的，但是记住四无邪。你看中国传统历代演的戏剧。过午
不是没有啊，朝朝代代都有啊，但是都能遵守夫子这个教训，是无邪啊。而表演的内容都与伦理道德有关系啊，所以这是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用艺术的方法呈现给大众，好事啊！啊，所以中国的戏剧啊，总是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总离不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，忠孝节义，离不开这个。所以人民虽然读书不多，好多文盲没有上过学校的，他都有智慧，他都有，他懂道理，从哪里来的？从戏剧歌舞，从这来的，他学到了。好东西真好啊！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要把它找回来。方老师的那几句话很有意思，很重要。啊，在一般民主国家，人家不敢做，做了什么？怕人家不投你的票。中国可以做，中国国际领导人不是民选的，中国可以做得到。那换句话说，中国可以带给全世界伦理道德教育、圣贤教育，啊，可以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、和谐、太平盛世，这值得赞叹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